要还第三十天，今天整点麻辣兔头。兔头头上还有十一秒，喜欢。我感觉我最近身体有点虚。咋虚了？就是你看啊，我现在爬七楼都可费劲儿，可费劲儿。不知道为啥，就感觉回家呀。吗？不是回家，不是回家，谁家有七楼啊？不是，说错了，就是回家了。那个，对，是回家。那咱家不电梯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个三楼，上三楼，上三楼的电梯。三楼干啥去吗？我上三楼去给你取汉堡。汉堡不是上二楼吗？汉堡上上二楼啊。我怎么感觉我这记忆力有点差了呢？你这不有啥事儿啊？反正我总之我就觉得我最近这身体很虚，然后就走路的时候总冒汗，反正走路就感觉浑身无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你看，你是不是热了呀？记忆力也差，我这记忆力有差。你看我明明你说汉堡店是二楼，你说怎么就给记成三楼了呢？你上别人家了吧，大哥？没有，我只能你去别人家。我感觉我真的，你再给我整点好东西，要我活命活命。我感觉我的皮，这是稍微有点。妈，你给我气的呀！啊妈，不能继续了。你给我整点补品，让我吃吃就好了啊！整点补品，我发现小张头，你天天给我成天给我整顶，真是，可是我真是。你是演技派呀？我就是身体缺点这个好的东西，帮我滋补一下。啥好啊？哎呀，你说给我整点腰子。好久没吃了，你让我过一年了，我都多长时间没吃了？还有什么韭菜？韭菜上两天刚吃吗？那都上两天，那都多长时间了？天天我出那么大力，是不是？天天一口气爬七楼。你上哪爬七楼啊？我想问问你啊。咱家不就七楼吗？你爬吗？咱家电梯，大哥。咱家是电梯啊！你瞅我记性就不好了，媳妇儿，我记性就不好了。你给我滚犊子吧！你给我滚犊子！真的，我这记性又差了。只要能好。